各位好，我们来看这一题。其实它也是一个需要用到向量分解来分析的题目，而且跟上一题其实也蛮类似的，只不过它的答案是要用题目所给的符号来表示，而跟上一题用数字表示有点不同。好，没关系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捷运车厢内顶部有一条线悬挂质量 m 的小球。那车子以等加速度 a 加速前进，结果发现细线与垂直方向夹角呈现西塔，g 是重力加速度。好，那同学可能有一种经验，就是当车子加速的时候，车内的乘客会感觉到一股贴背感，就是车内的东西会好像往后运动，但事实上其实是整台车向前。整台车向前，那因为有惯性的关系，那车内的乘客会有点想要留在原地的一种惯性啊，所以才会呈现一种贴背感。其实不是人去往后贴，而是座椅往前加速去推到人啊。那今天这一个情况，那也是小球之所以会跟垂直方向夹一个角度，就是因为这条线被车子往前带动，这个接触点被车子往前带动，那小球想要留在原地，所以这条线就会变成斜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小球的受力，因为题目想要问的是列车加速度，还有绳子的张力。那小球它也有它的加速度跟列车是一样的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小球的受力。首先呢，这条线绳子的张力，它的特性就是会只离物体，物体一定是被绳子拉，而不会被绳子推，所以我们画一条箭头，从小球往这个绳子，那就是代表绳子拉小球，它的代号是 T 张力，然后它整体是向右加速的，向右加速，那我们就会把一个轴，例如说 X 轴，对齐这个它加速的方向。它这个解题关键很好心，它有告诉我们将坐标轴安置在加速度的方向上。好，所以我们以向右为 X 轴，向上为 Y 轴，那这个张力它是斜的，就必须要做分解。那我们分解完之后会变这样。这个是张力的水平分量，以及张力的垂直分量。好，再强调一次，分量一定会比未分解的这个向量还要小，因为我们都是以直角坐标来分解，那把原来的向量看成是斜边，直角三角形的斜边，直角三角形的斜边一定是三个边里面最长的。好，那这样就分解出来了，这就是把张力分解成垂直分量跟水平分量。然后呢，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写一下它的 x 方向上的合力了。x 方向的合力就会造成加速度。那 x 方向上的合力今天只有 tx。然后 Tx 又等于 T 的 sin 西塔，根据这张图来看，这边是西塔，它的西塔的对面是这个边，所以 T sin 西塔就是 Tx，就会等于 ma。那这样 a 就会是 n 分之一，然后 n 分之 T sin 西塔。可是答案并不是要用这个 T 来表示。对不对？因为这个 t 是我们自己假设的，而且题目说要以 g 还有西塔表示啊。我们有西塔了，那可是这两个多出来的，它要用 g 和西塔表示，那怎么办呢？其实是这样的，我们还有一点条件没有用到，那就是重力。其实我们看 y 方向哦，这个向上的张力分量，它应该会抵消向下的重力，否则它就会往上加速了。所以它是有一个向下的重力，
也有受到地心引力。换个颜色。好，那这两个力会一样大，就是 Ty 跟 Ng 会一样大。那 Ty 其实就是 T 的 cosine 西塔，所以这样就可以把 T 换掉了，所以再把它带回来，就会是 n 分之 T， 然后把 T 换成 cosine 西塔分之 Ng。然后再乘上 sin 西塔，所以这样子算完之后 ，n n 消掉，cos 分之 sin 叫做 tangent， 所以最后结果剩下 g tangent 西塔，这就是第一小题的答案了。这就符合题目所说的用 g 和西塔表示。好，然后这样子再把这个 a 哈，把它带回去。把它带回去，其实也不用，我直接看下面这个，因为第二小题它要问张力的量子，它用 ng 西塔表示，那不就是这里吗？不就是这里吗？所以这个刚刚这是第一小题，那第二小题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直接写 t 就是 cos 西塔分之 ng， 这就符合它用 ng 和西塔表示这个张力 t。所以第二小题就是 cos 西塔分之 ng， 然后他说也可以用 a 来表示，如果要用 a 来表示，那就是第一个这个关系式。第三小题，那就是 t 等于他是用 ng 和 a 表示哦，所以要把西塔换掉。这里的计算技巧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式子叫做1和这个式子叫做2。那要怎么把西塔换掉呢？就是把 sin 平方加 cos 平方，那就会等于1。所以它的技巧就是把1的平方加2的平方，对不对？这样的话就会是左边的这个 t sin 西塔平方加上这个 t cos 西塔平方，那最后它会剩下 t 平方。右边的话是 ma 的平方加 ng 的平方，所以最后会是变这样子，就会是 t 平方会等于 n 平方的 a 平方加 g 平方，所以最后会得到 t 就可以表达为 m， 然后开根号。a 平方加 g 平方，这就是第三个的答案。好，谢谢。